是林果儿，好久不见。今天我要到那山脚下给一个养鱼的人修一个机器。你看，那么高的山还能养鱼吗？走，我们现在就去看看。妹妹，你怎么鱼呀、啊？我来拿你说的那个机器喽。哎，妹妹来了。那机器在哪？在你家的。啊。这个机器在这里的。我扛起那个。我把台背一走。明天我去好几老乡。要得哈。这个机器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喷油嘴已经不回弹了，所以要不然。这个油门已经搬都搬不动了。既然这个机器的问题已经找到了，接下来我就给它清洗一下，然后把这个给修复好。这个机器所有有油污的地方我都已经清洗干净了，但是这些生锈的地方需要处理一下。还有就是这个进气口缺少部分材料，我要给它做一个。这个也是烂的，我要给它修复一下。
这个机器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，接下来我就要给这个机器上色了。机器我已经上好色了，接下来我就把它组装起来。
这件我已经修复好了，接下来我就给它的主人送去。既然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我就送去了再试，相信能够摇人的。修好了，动力还挺好。这个阿姨还送我这么大的两条鱼，等会儿回家我就把它给解决了。然后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